耶，嗨，大家好。我另外一个手机呢，想说还要点个吃的，嗓子还是哑的。呜呜，他现在躺在那睡呢。我一会要带他去看，我的嗓子太哑了耶。喝一口水。下午好。我昨天几点睡的？我也不记得了，好像还是挺晚的。好点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感觉好点了。我是今天睡的。啊，这么晚。下午好，家人们。哎呦，有蚊子！喔喔，哎呦，喔喔，喔喔，我去，他这眼睛，看一下啊，过来宝宝，你的眼睛咋又被眼屎糊住了？他又开始 wink 了。我一会儿真的要带他去看，但是我不知道附近哪家好一点。哎呦我去！等一下啊，哎呀，我的湿纸巾呢？找不着湿纸巾了。等一下，我要给他擦一下，让他这眼睛粘着的，都打不开。谢谢，等一会儿，不好意思，家人们，谢谢不动猫。家人的9分，谢谢阿姐，谢谢七的1分。太多眼屎了，感觉。今天真要带他去看看了。他本来只有一只眼睛这样，他现在两只眼睛都这样，是吧？我。他比较重要，我还好。呦，那到底什么原因？我去。什么？谢谢夜神闹腾的一分。我是说我没那么严重，他比较严重。谢谢12批家人的9分，谢谢各位家人。等一下，我先帮他擦眼睛哦。
可能会没看到。谢谢叶叔那藤巧克力。我都没挂号，我不知道去哪儿看。急诊应该看不好。吃吧，我等一下啊，先把眼睛擦开。咋这么多眼屎呢？我。到底啥原因？怎么了？就是我感觉他现在眼睛能睁开，就是眼屎很多，然后一直糊着脸，糊着眼睛。我看看我，好，没有化脓吧，就是眼屎感觉。我一会带他去，但是我不知道哪家医院好一点。播到5点，我就带他去。哎呀，我真的动不了，我真的在床上瘫了好久。他去吃饭了。你们在干嘛呀？我没吃药。我再说吧，再看吧。现在不想去。我刚从床上起来，又躺在了床边地板上。好想出去玩，但是呜呜又没人照顾，而且他又生病了。因为地上也挺舒服的。是我感觉真的，后面一周都下雨，那确实没什么地方好玩了。有哪个地方不下雨的吗？你看我现在戴着牙套，我现在讲话都有点口齿不清的。感觉我现在讲话口齿不清，真崩溃啊！听不出来，我感觉很严重哎。还没去看呢。哎呀，真崩溃。内陆城市，比如是哪里？我现在感觉就是，好的，再去长沙玩。长沙下雨吗？我嗓子就是一直都不太好，不过我觉得应该是熬夜熬的。我发现了，大家就是劝别人去看病看医生都很会劝，轮到自己的时候就不去，对吧？所有人都是这样。这样就不好玩，哪儿都不好玩，对吧？大家都是这样的，劝别人都是，哎呀，你快去看医生，快点去，现在就去。唠叨自己，哎，算了，没事儿，就这样吧。对，确实很麻烦。麻烦，麻烦。
真的，就是我劝我爸妈去看病的时候，我就快去什么什么什么的。哎，真的很麻烦，还要出门儿。救命！大家都是这样的，真的哦。好的，我漏掉了是吧？好的，我一会儿翻一翻。呜呜，现在眼睛两只眼睛都眯眯眼。呜呜，难不难受，宝宝？过来。嗯哼，好讨厌，讨厌，讨厌去医院，讨厌下雨，崩溃啊！真的很讨厌下雨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。好的哦，讨厌下雨，我真的讨厌下雨，感觉很麻烦。而且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找不着雨伞，懂吧？我真找不到我的雨伞，虽然我之前还买了蛮多把雨伞的，但是我找不着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不知道啊，飞机落地就暴雨，天呐，真的很讨厌下雨，真的感觉湿哒哒的。谢谢夜神闹腾的0.1分，都有不折叠的也有，但我都不记得放在哪了。呜呜，他现在一直趴在他那个小窝窝里睡觉。我要问一下妮妮哪家医院好一点？OK，我给妮妮发了个消息，问她哪家医院好一点。对，他现在另外一只眼睛好像也有一点那个，很崩溃，一定要去看看，感觉会传染，会传染给他另外一只眼睛。哎呦，这是不是感冒了呀？我哭了，开始，可怜，因为他们猫猫比较多嘛。我的猫猫，呜呜又比较坚强，它都不，它基本上都不生病。我看一下，好像回我了。OK，他给我推荐了一家，也太远了。给我远到了，对，他超能忍的。他以前，我要带乌乌去看病，能不能陪我去？君君哥哥，君君哥哥，能不能陪我去吗？求求你了，谢谢上课不要犯困了的一分，因为我晚上不播，我现在就播完。在很远的地方，呜呜呜，可不可以？我打车，我们去好吗？挺远的，给我看不会了。我看一下，你好像回我了。
OK，妮妮说没有很严重，就先去附近的。OK，先去附近的看一看吧。耶！谢谢君君哥哥，太好了，要不我们现在就去吧。谢谢麦香鱼的一分，谢谢 MABOROSHI 的一分，谢谢纯树的一分，我们就去附近那家。他说要预约，我先预约一下，还没有呢。谢谢星河的0.1分，谢谢星河的0.2分、0.3分。我好像，我要找一找我有没有伞。行，我们，你吃饭了吗？你要是没吃的话，咱们出去吃好不好？啊，零点，我前面卸过0.1了，再加0.3就是0.4。你怎么就吃饱了？不许饱，再吃点儿。咱们一会儿再吃点儿。大点的伞倒是没有。这样吧，我们5点去好吗？5点我正好关了。谢谢胡辣梦的荧光棒，嘿嘿，没事儿。晚上肯定饿了，对吧？谢谢夜神闹腾荧光棒，借把伞。我好像房间有吧，应该有，要先预约。你有那家店的那个吗？呜 好可怜，他现在一直缩在他那个小屋窝里。不能再拖了，一会要带他去了。我看一下妮妮有没有给我发，怎么预约？可怜宝宝，我加了。对，他最近好像话很多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，宝宝？哎呦，好可怜，好可怜我们宝宝。一会儿带去，哎呦，这么可怜，他现在一直躺在他。那个魔爪子的窝里，可怜，我要变换。对，他躺在他的猫抓板上，缩成一团。我换个衣服先，谢谢呼啦呼呼梦，看着呼啦梦的荧光棒。换衣服，换衣服，哎，不想换衣服。我能不能就穿这个去？天呐，可怜死了！哎，怎么就改名了？换个衣服。天呐，谁懂？我现在，哎，我也好，不想动。我以前。我发现我本来就是想着放假要去哪玩，要去哪玩，结果最后都
在那个房间度过，崩溃。哎，我看一下消息。没加我呢，那个没加我呢。这叫什么？没加宠物医院，没加我微信。我要约一下，我好像可以直接打电话。要换衣服了。耶，这是谁的衣服？好像有电话，但我没找到我另一个手机，我这个手机打不了电话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找一条短裤，因为下雨。不是，他被限制户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有人用我的电话号码诈骗，用我电话诈骗了，我怀疑是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奇怪。就是我要打电话来限制户出，然后查了原因，好像是就是这样。家人们，我没有那个叫什么搞诈骗哈，不是我。嗯，我去不了，我这个号码是湖南的。我上一次去湖南本来想问一下的，然后发现就是没来得及，崩溃，救命啊，笑死。他还是没加我。可能比较忙。哎呀，久了不呼出就会这样。真的吗？那确实是不打电话的。我这就是新换的手机号码，可是我绑了很多东西，我觉得换号码好麻烦。虽然我也不接电话，我也不打电话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，带两个手机就是了。哎，我另外一个手机呢？手机呢？原来如此，入过不了在长沙，在湖南啊！我真的想去玩，可是湖南也下雨，是不是？去哪好呢？感觉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时候啊，就是有一段时间就什么都不想做，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思，都没有意义。就是我有好几次觉得不管做什么好像都没有意义。真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还以为就我这样呢。真的吗？但是我还好，我好像很快就恢复了。就是我就是会想，我就把所有事情都想一遍，
我连旅游都想了一遍，然后我甚至连具体的地方我都想了一遍，然后我就在想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就是想到过去玩儿，好像也不知道在玩什么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，然后玩儿。玩儿也不知道在玩儿什么，真的吗？可是我很喜欢，很想出去玩儿。就很多觉得很重要的事儿都觉得没意义。看不了，要排队。然后我就在想，跟朋友待在一起，好像也，大家也就只是各自玩各自的手机，然后玩游戏也没有什么意义，游戏好像也，就是想着赢了又怎么样呢？赢了也只是赢了而已，没有人会在意。你这一次游戏赢了，对吧？游戏找人一起玩，对，我就是有的时候会这么想，然后也会在想，工作有什么意义？还挺神奇的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好多人给我发消息。果然很多人给我发消息，谢谢夜神闹腾的荧光棒。哎呀，肚子叫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该关了，谢谢小包菜菜的奶茶。不知道待会检查要花多少钱，感觉小猫咪看病还是挺贵的。记得呜呜小时候去医院，谢谢七英晴的巧克力。小时候去医院。随便检查一下也没干嘛，就500的，对，懂了，去学兽医，家人们找到工作了吗？谢谢夜神闹腾的荧光棒和玫瑰花。家人们去学兽医，知道了吧？可能有一点吧，有一点，但不多。是啊，我感觉看病什么的就很花钱，也不知道看了什么，也不知道，对。光是检查一下就很贵，来得及啊，学活到老学到老，随时起步都不晚。从零到一的距离，谢谢小包菜菜玫瑰花。天黑了吗？
好吧。对，真的很花钱。开宠物店、宠物医院好像都挺赚钱的。确实，应该下单一个猫猫保险。行吧，还有11分钟。OK，还有10分钟我就关直播喽，今天就不直播啦。在这，奶一下我们队。好的。我们这儿下雨，就很大很大的雨。好像是我空调的声音。外面在下雨。对，好大的雨。台风吗？但是也没办法，要出门了。准备出门啦。好，会记得带的。下雨肯定会带伞。OK，我已经换好衣服了，刚刚。我一会儿就直接把物装包里带出去就行。好的，好的。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儿，他要出门。去医院啊？不怎么样，另外一只眼睛也睁不开了。唉，还不知道呢，不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。看着他的名字，感觉更伤心了。对不？好可怜。对吧？打出来感觉很可怜。哎呦，我看一眼他。哎呦，我睡着了又。早啊，不早。算了，我55关吧。
我要看看消息，看看有没有回过。早点去，早点看。对不？感觉该聊的也差不多了，也不知道在。谢谢小猫爱幻想的9分，谢谢小猫爱幻想的1分。对，该聊的也差不多了，下次直播就在下次吧。好的哦，谢谢抹香奶茶的1分。好多好多，拜拜，拜1分钟，啊，拜拜，没有1分钟了，拜拜。